他就，妈妈来，我们要量血压了，你不要动啊哈，你要压下去了，哎，压下去了，啊，不要动了啊，不要动了，量血压了啊，乖乖啊，不要动，啊，不要动啊，量血压喽，量血压哦，现在头放好喽啊。不要动了，现在头躺在这个比较低的这个比较低的这个枕头上面啊，是这是一个比较正，这是一个正确的这正确的姿势啊。平常妈妈的头呢是比较驼的啊，那现在我们已经一个多月了吧，快两个月了哈。还没两个月，还没到二十号，到二十号两个月，所以今天十四号，啊，快要两个月了。那现在有这么好的成绩啊，真是要感谢我们的那个推拿师啊，这样的努力。那现在呢，他这个驼背的情况，哎，等一下我先照一下，好，啊，160、75、59，好，等一下要再量一次哦，好。这个我等一下再量一次。160是比他平常做完的都高很多。哦。哎，等到有那边量完，这边再量一次。好。啊，如果说还是160，那表示现在就比较高的。嗯哼。可是看现在的情况，它是很稳定啊。所以应该外表看不出来、啊。哦，外表看不出来。因为还有就是我刚才讲过，有可能是我们量的时候的误差。嗯，量的时候的一些状况，嗯哼，对，所以有那种不太落差很大，就要再多量一下。嗯，啊，如果两次都是一样的，那表示这误差是、嗯、是这个误差没，那、嗯、就是说是那个血压没错了。嗯哼，按下去了是不是？啊，那你看这样弄上来以后，我还是要把这个棉被把它放回来，啊，先把棉被，我先把棉被盖回来，这样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耽误你很多时间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们的。口腔已经口腔刚刚啊、清理好了啊，口腔清理好了，那等一下给他喝点水就可以了、嗯、那今天要去看这个吞咽的啊复健，给他嘴巴、给他嘴要去下午四点，这个是非常、嗯非常难得的，因为我去登记的时候已经剩最后一个名额了。在哪边？在中校医院。是算是耳鼻喉科吗？哎，不是，复健科。啊，好了。这边是158、77、58。哦。哎，今天的比较偏高了。哎，是。我在量那边的。啊。今天这样子都偏高。嗯。